引发爆拳，直接去找，但是他第一时间还打出了很好的效果。两边互交全面封锁，但是防守方的全面封锁已经被射掉，但点内球就是完成了一个三杀，再打一个，已经四杀到手的球球。 大肉哥，这个残局交给他，舞台很大。哦，左边他有暗影，没有退到，好像。他拉过来，哎，只有手枪了。今天他是有机会的，漂亮 ，大肉哥。 拉过来，举一个，这打的不能再动了，妹夫，等人。哎，又丢掉一个。 五分后个人能力发挥。阿阳想要去主动找人，但是有个180度，阿阳没死，阿阳反杀了180度，连打两人，现在是一个大概只有不到10发的一个情况，就直接拉出来，给了一个机会，三发。 一个双架，一个三架，甚至就拉出有信心。再打头，哇，柏林！猜到的那个A打可能摸进来了。哎，打残，但是残血的柏林出来补了这个枪。这个下水道有可能会有刺，看弹敏，柏林其实就一丝血，但是没办法，柏林直接从A小杀到中路啊。